钟，你在干嘛呢？我在给大家准备元旦小惊喜，马上准备上妆了。我先用卓颜白金星光水湿敷了一下，这样上妆效果更好哦。香水，瓶子好漂亮啊！对啊，我对它也是始于颜值，重于实力。它的黑科技纳米白金粒子可以帮助肌肤深层补水，同时还能修护皮肤屏障。成分中80%的酵母精粹和烟酰胺是为敏感肌专研的温和放亮底部，即使每天湿敷也不会过度去角质，皮肤在不经意间就被温和的抛光了，简直就是敏肌的神仙水。平时想要快速出门的时候，我会将水轻轻拍在脸上，这样一天下来都能保持皮肤柔软不干燥哦。原来是外在小仙女，内在硬核实力派，那怎么才能 get 潇潇同款星光水？我已经给大家准备了星光水新年福利哦，希望香蜜们新年跟我一起解锁发光机，发现自己的光。